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儿童陶瓷展在三鹰艺术村开办了。鹰歌陶瓷博物馆馆长吴秀慈表示，这一次展览以小王子童话为发想，展出五颜六色的各种陶瓷作品，现场还有 DIY 纸风车以及动力沙体验区，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游玩。今年暑假呢，特别为小朋友企划一个儿童的陶艺展，那是以小王子的故事绘本来做已经遗忘的星球331号的一个星球。那是星球呢，就是以紫色的天空还有橘色的海洋来做一个背景的介绍。我最喜欢这个作品，因为它的背很尖，然后很帅很酷。我最喜欢这个作品，因为它很酷，很像恐龙。它爪子很尖，牙齿很尖。它是红色的，我喜欢红色。它也是花，我也喜欢花。因为它是红色，它这种花很美丽，因为它很大。我喜欢大的东西。吴馆长也强调，希望透过近距离体验，让小朋友从小接触艺术品，培养美学的基础。而展览也从即日起到10月22号，喜欢艺术的家长也赶快带着小朋友一起感受陶瓷艺术。中嘉新闻林凯君鹰歌报道。